蛋糕片成三片，一层层的铺上奶油和草莓。这好像不大像生日蛋糕吧，要装饰一下。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标花台，重要的是它只要8.8元，开始装饰了。可是他怎么转着转着就卡住了呢？自从关注了丁扣扣，我是越来越抠了。抹面不均匀怎么办？抹黄蛋糕上下两圈，表上花纹就看不见了。侧面表上裙边，有种遮瑕膏的效果。我想蛋糕店里的蛋糕之所以那么花哨，大概就是跟我一样抹面不光滑。裙边的接口有条缝怎么办？画个樱桃，打上补丁就遮住了。哈哈哈哈，我真是个天才。草莓大小不太一样，木有关系。撒上糖粉下场雪，一切瑕疵就全部都看不到了。